民朋友们，奥密克戎 BF 七变异株袭击深圳 ，BF 七传染性极强，危害更大。一旦传染，可能会出现后遗症。已有病例一天传染超过30人。户外必须戴好口罩，不戴口罩擦肩而过，要么感染，要么密接，都要隔离，代价巨大，千万不能侥幸。老人、儿童群体，抵抗力弱，尤其要戴好口罩。为人为己，戴好口罩。尊敬的市民朋友们，疫情防控不能松懈，请您在公共场所遵守戴好口罩，保持1米以上社交安全距离，勤洗手、多通风、勤消毒。有疫情的区，疫情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，进出各位场所，人群群聚在室内戴口罩，疫情防范，并保障个人卫生，做好场所把守防控措施，疫情防控得力。防疫三字经，请牢记：防新冠，常戴罩，不松懈，爱大家，勤洗手，好习惯，戴口罩，讲规矩，打喷嚏，多口鼻，常洗手，多通风，空气好，少聚集，避免聚集，有关怀，防传染，有异常，少聚集，多运动，精神好，新生活更健康。
勤消毒，有疫情的区需凭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出各类卡口，严格执行测体温、戴口罩、亮行程码、电子哨兵打卡登记、不扫乘客码等防控措施。疫情防控人人有责，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，请您一定支持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整个宿舍瘫痪了。
Thank you.